现在我们的比分是2-6，红叶旗袍组暂时领先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先来问一下几位裁判，春林老师，刚才所有的 battle 的时候，你都目不转睛的在看，能不能简单的来点评一下他们的作品？哦，我觉得，妹妹们的气场都很好，然后包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可以把各个的层次高低，就包括还有很多的创新的点，都做得很好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谢谢春林老师，那 AK 东老师。到现在为止，感觉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有那种火的，就感觉积压了很久的那种能量。我觉得在舞台上，两边无论是输或赢，我觉得都是有的，就真的很酷，为你们点赞。各位主理人，针对自己的这个社员的表现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豪啊，就是一个豪啊！一下就是氛围推到了最高点，是真的，大家被压抑已久的心中的那一团火，然后就是。在刚刚的 battle 都体现出来了，就是我觉得我看的也很开心，然后他们准备的也已经很好了，就觉得好，耶，好。今天是我 surprise 到是郭振宇，今天他的一开始是害羞吧，但是今天却改变了，真的很嘿。哎，真的真的，你来了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。现在这个比数有点悬殊啊，6-2是吧？这不是啊 ，so easy。你们说一下你们的代表队才2分是怎么回事啊？加油！啊啊！加油！什么？厉害的在后面，厉害的在后面，我们会赢回来，我们会赢回来，我们会赢回来的。又变成了普通话教学的节奏。太爽了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是不会输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他们的大招在后面，我们的大招怎么就不在后面呢？还没放呢，就是现在都是刚刚都是热一下身而已。是啊，就热身。刚刚不是你们让他们赢吧？是吧？谁让谁赢啊？谁啊 ？Excuse me？ 不可以，不是 battle 不存在让别人赢，这个态度太差了 ，bad attitude，OK？、Okay?